如果我不见那么多病人，我不会同情艾滋病人，我不同情艾滋病人，我不会有今天这个遭遇。我不后悔。当时啊，我没有准备来美国来，我要跟去年一样跑一段都回去了。可是结果的话，情况就有变化了，因为谭呢，因为这个谭作人嘛，我比谭作人做的地区大，结果我弄了全国。听我讲，我从不说谎。根据王淑萍。他本身是个搞血站的，他查了很多血站，他不说了吗？他说根据全国的血站，当时啊，就是说在1995年，他说5000万，那还不连上输血感染呢。要现在这又过15年了，输血感染有那么多，假使一个人感染一个人，就是1000万。我想相聚，谁便再聚。2004年，感染人数是84万，到了2006年又变成74万了，死亡人数又没增加，这10万人蒸发了。对，想到人机疲。医生有一个好处，跟这个文学不一样，文学可以胡说八道，医生不能。2000年以后，输血人数大量增加，门诊住院病人很多都是输血，而且孩子没有性活动，孩子不会吸毒，发生病这个层次人太低，能吃饱都不错了，光会哭。小孩上，他就在那里睡着，盖上一个烂被子，就这样情况在生活。90%人在农村，你的孩子是孩子，人家的孩子也是孩子。假使一生会没了没完，总有人会如愿。贪官腐败引起了血浆经济，血浆经济引起了艾滋病，这是一连串的问题。由于卖血引起输血，吃亏的死亡是老百姓。中国现在呀，是两个情况，一个权贵阶层，就是按中国崛起了，中国富强了；一个穷苦社会，穷人没饭吃。这是多数人，这些人又没文化。我特别不后悔，不然我心里很不安静。我为啥哭啊？因为我的孩子只知道害怕，特别我儿子。我儿子是1955年10月18生的，1968年做冤狱，现行犯革命。
那个时候孩子不到14周岁，13周岁过了，上村儿。虽然是他现在吃政治饭，他个大学当系主任，但是他工作上还是谨小慎微。现在的话，我的精力不在回中国与不回中国上，我的精力在这3本书上呢。写完3本书，跪得2年，得2年，谁知道？你看，我今年已经83了。有时候我今天活着，明天我都不知道我会不会活着。